谢谢各位委员。我们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纪律委员会第一次召集委员会议程啊，会议啊，那目前大家法定的时间跟法定人数，是不是由我来宣布开会？是，谢谢委员。那刚才特别咨询一下各委员啊，大概今天我们有两个议题啊，那第一议题是推派今天的会议主席，那好，我们就请那个赖委员来协助我们今天的会议主持。那是不是我来直接宣读啊？第一议题里面啊的一个里，我们就公推我们赖委员世保为本次召集委员为会议主席。好，是。那议题二，我再宣读啊。好，那么请宣读议题二。是。那我们每一次的会期开始，我们都会推选各个委员会里面的召集委员一名来担任我们纪律委员会的委员。那按照我们立法委员行为法跟宪法的依据那我们大概二月到五月的法定会期都会推派，因为二月份已经过了，所以又考虑到我们会期都会延长，所以我们这一次大概从往例大概从三月到八月就会推派我们委员来担任每个月的值日委员，好，我想这个特别报告。那过去的往例都是用抽签的方式，所以我是不是建议一下，就是说今天如果委员有来指导的话，大概直接抽签；那没有来的话，大概由各个国民党的跟民进党的委员大概代表来抽这个其他缺席委员的签，我是不是做这样建议？我请教各位委员是不是可以同意哈？就是我们在场的委员，包括我在内，现在有四位，我们就抽签。那抽什么呢？抽三四五六七八的轮值召集委员的人，就这样。那我们总共应该是有八位纪律委员嘛哈？那有四位没有来，我们就替他们抽，就这样子。好不好？那我们就开始抽了吧。好，感谢委员。那是不是我就是请委员自己自发性的来允许来抽签？好了，谢谢。有来，听了。来，听着，不用照哎。那我有请那纪律委员，谢谢。这抽是？抽就你本人的。就你的就你七月啊。你七月啊。担任七月的。七月的召集委员是吕玉玲委员，那请来。谢，来我们请立委员。好，李坤哲委员担任四月份的这个要召集委员，来请。召集委员请。那动作呀？背呀背。好，按着不啊，按着那个官员就休息了。好，那我抽一个好了，换我抽好了。我是抽到六月份啊，六月份的轮值委员数赖世宝啊。好，我们再替其他委员抽好不好？就是请我们吕玉玲委员替国民党的另外一位，听哪一位来？你讲一下哪一位？是不是请那个我们吕委员代抽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来，请。这是有。八月，廖国栋委员是八月的轮值召集委员，是，请。那再请那个要官委要不要推荐呢？是不是请那个我们民进党的委员帮代抽一下那个刘建国委员？我给来，坤哲兄推荐来。是，请刘委员。对，我马上要去。就这样子而已，哎，谢谢。三月，好。那个刘建国委员是担任三月份的这个轮值召集委员。是，那再来是不是我请那个我们那个赖委员代抽那一个李桂敏委员？李桂敏啊，我来代抽李桂敏的啊。好，那么好。那这不哈，李桂敏委员没有，不需要，要休息。那最后一位是我们那个高进委，这不就请高进委主席来代抽一下？我第二次，最后一个。不给我，都几点了？好，就几点？我不，谢谢。五月份，高进委员担任五月份的轮值委员。是，那个是不是那个记录是不是我们把它赶快弄出来，然后再由我们主席再来重新宣读一下，好了，好不好？来，你个休息啊。我读我李伯荣再来。那个宏宇，是不是来给我来宣读一下好了？谢谢。
我看到了。好像那个纪律委员会来报告哈、啊，这个李桂委员叫你报告，因为刚才我们就已经进行替你抽签了，替你抽签了哈、啊。好，那么我们现在抽到的轮值委员，三月份是刘建国委员，四月份是李坤哲委员，五月份是高金素梅委员，六月份是赖世宝委员，七月份李玉玲委员，八月份廖国栋委员。好，那我就是请那个，我请教李桂委员，要不要六月份的你，我跟你换可以吗？他说我没抽到。啊、对了，那我是替你抽，我没有抽到，所以我的位置是给你啊，可以吧？哈，那就换成李桂委员啊。六月份李桂委员就轮值委员，我就不要了。哎，就这样。那就好，因为我刚刚替他抽，没有抽到，所以我负责任的。哎，好，我们今天议程全部结束，我们就散会。谢谢哈，谢谢各位，我们就吃便当，是或者带便当回去。谢谢，谢谢委员，谢谢委员，感谢蔡委员，谢谢，感恩，谢谢。哎，对对。您的那个职称是研究员，然后这边是执行秘书。请你研究员还是执行秘书？应该执行秘书，因为我们是纪委，应该跟执行秘书。谢谢，谢谢，感恩，谢谢。哎，感谢。对。